第八题，左图显示一包奶粉，冲泡一杯牛奶需 30g 的奶粉。左图的奶粉是否足够冲泡100杯相同的牛奶？100×30g=3000g，3000g=3kg。答：不足够冲泡100杯相同的牛奶。第九题，张叔叔一个星期里共卖出 64L750ml 的果汁，张叔叔平均每天卖出多少 L 多少 ml 的果汁？ 64L750ml除7等于9L250ml。 圈出正确的答案。第一题， 3L250ml=C3250ml。 第二题， 112cm=AEM12cm。 第三题， 67ml+400ml=A467ml。 第四题， 4×2000g=8kg。 第五题， 8m73cm+22cm=B8m51cm。 第六题， 24kg除6等于B4000g。第七题，把 184cm 的毛线平分四段，每段长多少 cm？46。 第八题， 1L 的水喝了 250ml， 还剩多少 ml？ 答案是 B750ml。 下图是佳琪榨果汁的所得结果。第一题，平均每个苹果可以榨出多少苹果汁？ 477ml除9等于53ml。第二题，八个一样大小的橙大约有多重，可以榨出多少橙汁？ 1kg 120g， 可以榨出 720ml 橙汁。 B 解一解，从一卷彩带剪下五段各长 20cm 的彩带，最后还剩下 30cm 的彩带，这卷彩带原本有多长？ 5×20cm=100cm， 100cm+30cm=130cm。下课了，我们下一课继续，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和点击关注我。